好，我们来求这里的导数啊 ，y 对 s 求导了啊，等于前面为啊2倍的 sin x 2-1，那再乘以 sin 对 s 微分，就 cosine 啊 x 了。好，这是前面为，后面不为。加上前面部位啊，为后面哦，我就以这个当变数哦，对 x 平方微分好，就是 cosine 呢 x 平方啊，微分的话 x 平方再对 s 微分2x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那个sinx 把它给抽出来，哦，或者是直接放着就好了，这可以合并 sin 哈 2x，sin 呢 s 平方，哦，啊再加2倍的 x，sin 哈平方 x，cosine 呢 s 平方。